月十日，有网友在豆瓣小组发出一次孟美岐和王一博早期的合照，照片中二人紧紧搂在一起，似早恋，并且造型十分非主流。网友发出孟美岐、王一博早期合照，但有网友趁照片中的人和王一博相貌相差很大，可能不是同一个人。于是网友继续扒出王一博早期学习街舞的照片，更有网友用王一博早期的照片和该图做了对比。王一博早期学习街舞照片，王一博早期照片，网友对比两张照片。随后又有网友爆料，孟美岐在韩国的时候恋爱消息就被旗杆哥哥扑出，本来想就此炒作，却被公司约谈。该网友更爆料称，孟美岐的干哥哥是乐华内部人士，而孟美岐的中文首站就是他干哥哥运营的。网友爆料截图，网友看后纷纷表示这剧情简直又甜又虐。还有网友调侃道，脑补了下两个人青梅竹马练舞蹈，但是长相都没有什么优势，于是决定一起进入整容医院改变人生，再分别进入同一家经纪公司谈地下恋情，一起去韩国，一起抠脚，然后回国，他成为了他的导师。